抖动闹钟呢，在每天的闹铃提醒以后呢，都会显示一个视窗。什么视窗呢？就是显示说，请确认今天的新闻。当你点动这个抖动闹钟的时候呢，它就会显示今天的新闻啊，头条新闻有没有？那基本上你要注意到，它这个抓的是 Google 的新闻。它是直接用 Google 新闻来让你看，今天大概有哪些重要的新闻，这个是各个报纸或媒体上面的重要的新闻你可以看到，而且还跟你讲它大概是多久以前的那如果你要看的话呢，你可以干嘛？底下会有一个这篇新闻的完全报道所以呢，我们可以干嘛？如果你想看，就把它点一下这篇新闻的完整报道，它就会自己切过去切过去以后你就看得到了相关的新闻。然后你再看要看哪一个媒体的，你就直接再点一下因为雅虎的我要看雅虎，我就点一下雅虎，就会显示出这篇新闻发稿的日期和时间里面的内容有没有？